我看看我坐哪里啊？啊，我就这么要吃。哎呀，对，奶奶自己包场，还有的凳子啊，还有啊，这个凳子都黄来黄去的。你长脚底气不是哪边好看还是哪边好看？你觉得？还真脚底气的。啊，脚底气不？嗯。啊，脚底气啊。我们这边绝大部分要红光灯照的。不是。怎么好看？嗯。嗯。啊，我看那边好。嗯。我看哪边更接地气啊？我看那边更接地气。哎呀。我们这边也是男的啊。啊，你看那边接地气啊，张哥。有有有。那站不住啊都，你说那边接地气啊？哪边接地气？这边你看放哪边还是？找啊，你找岗嘛，找岗嘛来。啊，找岗嘛。往这边来放，小叔。行不，老师长？啊，大理村那里啊。行不长？行啊，咋不行啊？我坐这哈吧。张叔，你坐这里。好。嗯，大厨子啊。啊，男人一桌，女孩一桌，得我把手机这样调好的不动了。你男人他们坐，你往这边来坐呢？啊，你上这边来坐。嗯，坐一下吧。啊，手机支架往下落落啊。嗯。啊，这就是我们农村的真实生活，宝贝啊。啊，这就是我们农村的，真实生活。嗯。我坐点啥吧。哎呀。站着我跟你说直播的，一会儿站着一会儿我腰疼啊，站着我腰疼啊。嗯，啊，真好啊，平时女的做饭，过节的男的做饭应该的。手机停住吧啊，是啊，我这花了这5000多块钱不是白花的啊。那试衣啊。啊，现在的话都是那个这个角度好，对。哎呀，歇会儿吧，坐下吧，坐下吧，你都站着嘛，啊，坐下吧，嗯，呵呵，啊，我气管炎，宝贝，我也是气管炎，刚才他们这里有冒烟的，宝贝啊，来是吧？啊，不要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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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长肿了，啊，有冒烟的，然后那一个，啊，有冒烟的，然后呢，啊，弄得我都咳嗽了，宝贝，弄得我都咳嗽了。谢谢开吃，还没有做好呢，宝贝啊。还没有做好饭呢。啊，做好饭了以后呢，咱们就做那个啊，开吃。分享到直播间。大家哎。啊，咱们的粉丝不知道这个大地球，我看没有？啊，这是我妈啊，这是我家的宝贝，搬迁的时候啊，这个立厨啊，给我姥姥他们了。你们还没吃饭吗？我刚刚啊吃过啊。奶奶，粉条涨价了吗？粉条没有涨价，宝贝啊。粉条现在给大家做的是3斤的，宝贝，3斤的。然后呢，咱们现在给大家做的是精品，然后呢，全部都是一段一段的，宝贝啊。啊，男的不能说漂亮，宝贝，只要你开心，啊，只要是你开心，啊，怎么说都行，宝贝啊，只要是你开心，怎么说都行。啊，夏天上凉菜，把酒喝起来。啊，奶奶不喝酒啊，奶奶我来了啊。啊，这个是纯木头，这个也是木头，哎，这个是咱俩拿桌子吧？是。啊，看没有，宝贝啊？这个桌子还是我家那个大桌子呢，宝贝啊，给我姥姥家了。啊，这个大桌子也是啊，嗯，那个这个是纯木头的大厨，对。奶奶今天穿这么点不冷吗？不冷啊。还是小雨气质好，不愧是直播间的。不是我气质不行啊，都熬成啊，你看啊，熬的都这么黑了，宝贝啊。啊，真结实，对。啊，但是这个桌子也有点不是很结实，也有点啊那个什么了啊。啊，这个桌子是女桌。女桌是不喝酒的，宝贝啊。今天比较帅啊，也可能是我照的这个角度吧啊。今天怎么显得脸这么白呢？啊，今天显得真白，宝贝啊。啊，显得真白，可能是这个角度的原因吧。这边有个窗户把奶奶给照的白，宝贝啊。啊，照了今天奶奶的啊，这个气质表，看看。啊，我姥姥的围脖，宝贝，我姥姥同款。哎呦，你这。嗯，哎呦，你看，嗯，我叫你爹自豪，你年代，年代，啊，同款围巾，宝贝，看没有？哎，啊，不愧叫奶奶，都做女的，对的，宝贝啊。
啊，奶奶擦油了不？没有擦油。今天我那个，今天我那个坟呀、啊，今天我那个坟，宝贝，我给大家讲一下，那个坟呀、啊，我没擦匀，是宝贝啊。啊，狼外婆，我姥姥平时包围巾就是这么包的，宝贝啊。啊，就是这么包的，暖和呀。啊，暖和，宝贝啊。他们暖和啊。嗯，暖和。狼外婆啊。嗯，狼外婆。也欢迎咱们直播间，我都看着那么不自在啊。欢迎咱们大家，来到我们小雨奶奶直播间啊。奶奶又开始在我们上高速了，更像奶奶，像宝贝，像不像？啊，像不像？看着谁的包啊？好漂亮的包啊！哼，我舅家才那包，我看看。啊，这包大气不？嗯。这不名牌吗？嗯。啊，这名牌吗？这牌？啊，这什么牌的？啊，奶奶浩浩呢？浩浩在外边呢，宝贝，浩浩在外边呢。哎呀，你看那才出的饼，有什么好吃的吗？我这都不理解。跟大家一起吃。没有。下面没有啊？啊，奶奶吃饭了，宝贝。怎么你也不吃啊？怎么？怎么？啊，吃了这个吧。啊，行了，那行了。嗯。嗯。找谁呀？不饿。刚才那个问题。找谁呀？不饿。嗯。找谁？嗯，猜猜。你洗吗？我姨家的孩子看见福娃的照片，雷雷。啊，你照片好看吧？这是啥？你看一下，是啊，我你也没认识，干啥呀？生物了啊，生物。嗯，你给他画的呀？啊，我的。哎，你两个也没事，去吧，找我去，我那家老黑家，我给你画，我给你画个好看的妆。我画了，我画了。我画了，我画惊艳四方。啊，他们无意间看到教授的那个福娃的照片了啊。福娃。嗯。啊，我们这边下雨了，哪里去呢？我们这边也下了，但是下了不大，宝贝啊。啊，但是下了不大。爷儿，一会儿吃饭的时候你坐到我旁边哈。颜值担当是吧？不是颜值担当，会引发很多的话题，你知道吗？嗯。嗯。可能你又以为奶奶找女朋友了啊？哎呦。嗯，啊，帅哥看到16号教授的照片，笑晕了。对，嗯，好看不？不光好看，而且还霸气啊。嗯，不光好看，而且还霸气。嗯，干脆开个头吧，没人让我买的。嗯，给俩搞定。没事，这个点正常。那该睡午觉了，吃完饭该睡午觉了。啊，好，这是你，这是娘，这是我。哎呦，运动之王大帅，随便打了几个字。嗯。啊，害羞吗？没有害羞。嗯。嗯。你还做化妆品的吗？我。啊。没做啊，时间啊，教授唱首歌，嗯，你在卡了吗？你说，嗯，啊，不卡了，嗯，咖啡屋，嗯，哎，嗯，那充电接口咋变了？对，咋充电器了？嗯，三里口可以打了。三孩子，洋气不？嗯，洋气。哎呀，这个照片我给你讲哈，我那个直播的话，淘宝直播我这用当主页，人家淘宝直接不给流量。嗯，太惊艳了，那照片啊，太惊艳了。嗯。啊，怎么不吃饭？不，还没有做好呢。嗯，走，我带你去看看他们做饭的去，一会儿再过来。嗯，啊，我带大家去看看他们做饭的去。
嗯。走。姑姑也化过这种妆吗？当然了，宝贝啊，当然了。嗯。小玉好，大家好啊。嗯。好亲切的。这屋照的不清楚。这是中午啊。嗯。今天也闲得很。嗯，今天闲得很。哎呀。嗯，啊，先来做啊，你叫什么做啊？啊，端菜了，上菜了。这是我姥姥家，来做吧，你做吧，做吧，端菜的。啊？啊，来，开始上菜了，宝贝啊。开始上菜了。啊，分享了直播间，谢谢大家。炸花生米，藕盒。啊，呀哈。